我事先声明啊，我把腿给弄伤可不是因为不想出道。啊，你一瘸一拐的，还是快给我吧，别再撒我地毯上。拿这边。他脚崴了，也不能让他跳舞了，今晚可怎么睡啊？今天不跳舞还有点不习惯，也不知道他睡没睡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跳舞啊。你都这样了还怎么跳舞？嗨，没事儿，答应你的事情当然要做到。不行你就别勉强了。没事儿，我可以。你直接汇报就行，我听着呢。啊，目标是在5年内占据国内经纪公司的第一梯队，能够快速完成企业闭环，吸收更多优质的练习生。请看一下这个计划书。当前呢，因为男团的出道，我记得我抹油了呀。麦总。啊，没事，你继续。啊，我司流动资产达到2.2亿元，流动负债9000万元，所以目前公司资金的流动比例大概是270%。麦总不对吗？217%。啊？我是说流动比率是217%。哇，麦总您太厉害了，行走的计算器啊！好了，我现在有事儿，先挂了。终于做出了一个完美的。麦总，谢谢您的早餐，以后还是离厨房远一点。麦总，您干嘛？别叫我麦总，叫人家小麦。麦总，我洗澡呢，要不您先出去。洗澡这么高难度的事情，还是我帮你洗吧。麦总，麦总，不用了。咱俩这关系，你还和我害羞什么呀？麦总，麦总，您别这样，麦总。麦总，麦总，那您温柔点。你还和我害羞什么呀？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我是怎么了？麦总早。早。还是我帮你洗吧。洗澡这么高难度的事情，还是我帮你洗吧。不用。不用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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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好了，开机了。来，八场麻将一次。对不起，别这样。我的心一如昨日，从未变过。好看，陆然，你的词儿呢？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抓紧时间再来一条，抓紧时间啊，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。来，八场八进，二次。虽然很多事情都变了，但我对你的感情从来没变。渣男都爱这么说。对不起，请你别这样，假模假样。我的心一如昨日，从未改变。他想走，你就让他走啊。这俩还真是挺般配的啊。大叔，拍戏呢，安静一点。哎，哥，现场安静，怎么回事？专业一点好不好？专业一点。来，我来走个戏啊。这是最后一个的特写镜头啊，这次你一定要亲上啊，然后一定要甜，姿势要美。你们俩对下姿势啊，一会儿别太尴尬。来吧。好，来。陆然，待会儿拉我的同时，身体要先有个动势，可以先捧住我的脸，亲的时候先快后慢，别犹豫。咱俩都这么熟了，突然让真亲还挺别扭。要带入角色，这才敬业。好。好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哎，好，慢慢亲。哎，干嘛呢？你保持安静，不要影响我演员情绪啊！不好意思，导演。这什么情况？我想问一下陆然，网友现在都说您耍大牌，不听导演的指挥，现在方便回应一下吗？我一直很配合导演的工作，作为一个新人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，耍大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那请问你为什么拍摄中途会离开呢？请问是什么原因呢？当时并没有在拍摄，我只是在处理自己的事情。请问一下陆染，作为 SIS 男团成员，为什么只有你有拍戏资源呢？听说您是麦总亲自挑选的，那这个角色也是麦总给您拿到的吗？麦总，首先，我代表 TX 娱乐向大家道歉。这与公司决策和陆染无关，打断陆染吻戏是我的个人决定。是我单方面喜欢陆染，